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咧，雪卡伊慢咗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位置幸運大興未力漢子，外邊做個帝豪精彩，最出咧就戰鬥英雄啊！好多正面嘅馬啦，見到中檔位置橙衫咧就全心全意啦，內欄華麗全城啦，出邊啊遨遊之星啊，尾五嘅位置咧咁啊有呢只就仍然贏啊，拍住黃衫黃帽，尾四咧就係負六啊，尾三咁啊有呢只咧就係超威星啦，咁啊飛碎咧亦都過埋佢，暫時帶墮後咧係嗰只雪卡伊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前面放有三隻內欄幸運大興，中間魅力漢子，出邊咧仲有全心全意啊！大我當又走翻上去就遨遊之星啊，守住內欄第五，紅衫黑帽咧就係嗰只帝豪精彩啦，中檔第六位咧仲有戰鬥英雄啦，再後多層負六就黃衫黃帽咧就跟住個第七嘅，中檔大白鼻梁紅帽嗰只咧咁啊有呢只仍然贏啦，攞出去咧就係超威星嗰啲馬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幸運大興就鬥緊呢只魅力漢子啊，咁啊見到第三位嘅馬外邊負六追緊上嚟，中間咧仲有戰鬥英雄啊，響入邊咧就係呢只仍然贏啊，外邊上緊嚟，依家先有嗰只就超威星，最後百零米戰鬥英雄就已經係透出咗奠定勝局噶啦，衝上嚟跑第二嘅馬係嗰只仍然贏啊，分裂三四位嘅馬咧有幸運大興同埋呢只魅力漢子，放頭嗰兩匹咧就影相爭第三啊，終於都出頭啦，呢只戰鬥英雄啊，咁啊喺呢度贏出，咁啊嚟香港之後嘅第一場頭馬，跑第二名嘅馬係嗰只仍然贏，第三名幸運大興埋欄。咁啊，綠色就嗰只咧就魅力漢子需要影相。好啦，出頭啦！呢匹戰鬥英雄房家柏都起馬先，跑第二仍然贏，第三啊好近啊，睇下入邊幸運大。